通过这个检查，把每个人在他的最大的在治疗抢救预防工作中的作用和效益发挥出来。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相应的情况，跟当地的这个卫健委以及医院的人来进一步明确我们下面的一些工作。另外，我们也要协调跟相关的其他的省市或者军队的医疗专家之间的互相协作。